脸结束了之后还要回去，还要洗头，还要吹头发，然后还要试一下发型，应该先试发型，然后再先试发型，试衣服半个小时，然后再洗头吹头发洗澡一个小时，估计要两点多才睡觉了。感觉不用睡了，还是要睡的，就是睡两三个小时都比不睡好啊。就是我以前在剧组里面拍戏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谁？就在剧组拍戏的时候嘞，那个睡有时候睡一两个小时、两三个小时都比完全不睡好很多。好辛苦，还好不是很辛苦，只有搬砖的时候辛苦，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家里休息躺着，就是可以躺一天啊。忙的时候很忙，在剧组里的时候很忙，还有活动的时候很忙，其他时候都很闲，是混血吗？有一点点国外的血统。慧慧，谢谢慧慧。沈庆龄今天好像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一二三转，所有人同时往左转，向左转，然后一起往回走，然后到这儿再转，然后一行一行一行下。估计这一次没有过来哎。来，准备一起说。你要站住，你要站住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不来，我记得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那个原因了。啥时候夜幕三？夜幕应该没有三了吧？我们在等那个彩排，等走秀的彩排。舞台灯光，给你们看看舞台。舞台，还有人在排练呢。这身热不热？不热，它这个只有一个领子，看上去热，其实不热。
对。你们看美女，后面，后面一堆美女。